欢迎收看安安大明星，今天的大明星是大家等待很久的大明星，欢迎刘书鸿先生。嗨，建安哥好，大家直播来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书鸿小小兵。所以你一定要戴墨镜从头到尾的意思吗？没有，你眼睛怎么了？你昨天偷看别人洗澡呢？然后不是，因为我发现最近这个墨镜呢，其实还蛮红的，因为这个墨镜可以两用。这个可以两用、啊、像是这样子，你看我现在。所以你是代言，你现在是自入的意思吗？不是自入、哦、当我把墨镜一拿起来的时候，你有 freestyle 吗？好了，我只要是想要看什么。所以你现在就是在台湾有嘻哈这个。哎，其实中国有嘻哈，我其实真的每一集都有在看。真的哦，所以你是一个嘻哈控吗？还是因为应该是演艺生涯中没有办法当歌手，这是很大的遗憾。啊、所以我你家有你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汤包王力宏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那个算是不同领域啊，就做家里面的牛肉面小笼包比较务实，对。然后做演艺圈这个就是比较接近我的梦想。可是你那个这次的戏就让你就是直接演一个真实生活当中一样的角色，只是你在家里有位阶有高到经理吗？你妈妈有容许你这样告诉别人说你是面先到的经理，有这种说法吗？妈妈其实还蛮疼我的，所以在印名片的时候说树红，你想要打什么头衔都可以啊。我可以拿一张你的面先到的名片吗？就后来还是没有印出来。今天明明没有带，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又小小兵又上身。对，但是我有带一个我们餐厅的扛把子来。那个等一下再那个没关系。哦，那个等等再送你就对了。你要送我吗？还是我们要送大家吗？你是这个意思吗？哦呦，送大家？你真的要送出去吗？那你家还有吗？你送出去，你妈会生气吗？既然你都说我没有先拿进来，怎么可以？我们第一次送这么奇怪的东西耶。可是你要送我是也没意见啊，这个很重，这个很重，对，不会很重啊，你送给人家以后就他们今天就打动你了啦，没关系啊，我 OK， 嗨，大家好，我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很好吃啊，这个是遮阳板是不是？哪有遮阳在后面？哎，你真的要送这个哦？这个可能要等那个我们美食展之后，不要啦，你就先送啊，这样很开心哎，对不对？美食展还有几天？美食展是7月21到24哦，对，所以24之后应该就可以送这个板。所以你的意思是24号以后我们去找你拿，还是你要送过来？你要在安安大明星里面送吗？哎，有人要这个板子吗？如果有人要，我们再送啦。没有人要，我们也是干嘛自己在那边热脸贴网友的冷屁股？那不然这样好了，送这个板子上面附赠我跟建安哥的签名。我真的觉得你不用送我的签名，就送你的，就是你要送你跟那个周美惠的签名。哦，送我妈妈的签名就对了。对对对，周美惠女士在面线道的领域里面也算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女强人。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看直播，你妈妈有会看吗？今天你妈妈有在安安大明星按赞吗？你有跟你妈拜托一下吗？她其实是不用手机的。哦，对，所以他那所以你妈妈，我们应该请她在前面看才对，这样才有礼貌。她明明刚刚载你来，哎、欸，对，对啊，我有看到、欸，哎，很辛苦。对，不过媽媽都几岁了，还要妈妈送来上课，好烂哦、喔，烂透。要把我的秘密讲出来、哦，好，不然你先唱《告白气球》，你不知道吗？你今天自己在网上玩，那你不是只有选这个梗而已吗？没有啦，是因为我之前是因为跟吴思贤有什么？不是，是。哎、欸，我们很轻松，你想要在哪里就在哪里，对对对，面先到。哎、欸，所以你们家点餐的时候都是面先到吗？还是会先送汤？通常我都是人先到啦。哦，什么人先到？因为你人要先到才可以帮对方点餐呢、啊哦，是不是？真的哎，真的很会哎、啊。那你通常比较喜欢下面给人家吃，还是比较喜欢炒饭给人家吃？我个人比较推荐炒饭。我真的跟你们说，我有去面线道吃过刘书鸿炒饭，然后他爸爸真的比较会炒。喂，我还以为讲说，其实书鸿的炒饭真的是蛮好吃的。刘书鸿炒饭真的还，刘书鸿好会炒饭哦，这样是赞美吗？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专长之一。可是这种赞美好害羞、哦，我真的觉得炒饭是刘书鸿的专长之一。对。这个好像讲话讲的方式好像又有一点怪怪的，对不对？他那种炒饭跟那种炒饭都是专长，
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肉丝蛋炒饭、虾仁蛋炒饭，你在想什么？没有没有，我真的是想到比较厨艺方面的东西。我们知道啊，而且你这次在那个极品绝配里面，就是完全没有展现厨艺的一种演出，有点可惜。跟你讲，其实有一集有。真的吗？对，你是说我忘记的意思吗？现在是在刁我的意思吗？不是，还是其实有一集我当了康仁哥的打手。哦。有一集不是那个婆婆要吃酱油炒饭才会想起，那个幕后花絮怎么没有播出来？其实那个真的是我在炒。你现在是在跟剧组生气的意思吗？对啊，你应该都杀青了，你现在是不是整个豁出去了就对了？你今天是来报仇的，不是不开心。然后他们也没有配给你一个女朋友，你也不开心。然后你在里面又跟那个什么小郭富城在那个地方抗衡，你又不开心。然后你今天就直接戴墨镜来呛大家就对了。然后吴康仁又不将你脸书，你又不开心。你就是很多不开心，今天都要一直在这里说。你是要逼我爆料吗？我其实，在极品绝配有很多料可以爆，所以我今天才要戴墨镜。你以为我们找你来干嘛？就是来爆料。反正剧组杀青酒也都吃了，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你今天就都说吧，你对谁最不开心？你说，你对导演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刚刚跟他有点熟。其实罗导其实他对我很好，你还是有操手辣的时候啊。你在讲到导演的时候，就一副很龟缩的样子。没有，可是只是导演他蛮好的，蛮好的。对，我看大家现在有一些什么，你先说导演哇，他说你本人超帅，陈亦儒你人真的很好，对，极品绝配超棒棒，两个骑士你的铁粉呢。谢谢。你要先跟他打声招呼吗？有，而且他说你是沙悟净哎。谁说我是沙悟净？不是那个你扛那个招牌的时候吗？我都有去你的粉专看，你不要再，而且你不开心说为什么不是孙悟空？对，是，你好大声啊！拍谁拍谁拍谁？没事没事，这边就在上班，我知道。有，大家都被你唤醒啦、啊。下午的时光，我可以问一下那个笑兵贵姓啊？你不知道笑兵贵姓？不是，我是怕你自己演久了，演到自己都忘了。笑兵是我目前就是演戏以来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我知道啊，所以他贵姓嘛？他姓彭。哎，你还记得呢？彭笑兵，真的。啊、彭笑兵真的是一个餐厅的经理耶。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可惜是怎么没有把笑兵写在厨房里面做菜呢？就不用这么多手替嘛，也不用请这么多师傅来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爱惜演员，然后让你在你的专长上面有所发挥。那也是，因为笑兵在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不能接受人家说他是甘草人物，他其实是里面画龙点睛很重要，要提醒大家如何去贯穿剧情里面那种情绪转折非常重要的一个男演员这样子。谢谢，我这边代表极品绝配全剧组。你不用代表极品绝配，你只要代表刘书鸿本人就好了。他们也没有特别要，但是这部戏让你整个人就是声势暴涨哎。我认真说的，就演了那么多出戏，你自己去问别人，他还记得你在哪部戏叫什么名字？其实真的有印象深刻的，除了笑兵之外，真的还有何立阳。哦，好啦，真的，因为其实何立阳才出来两集就被网友骂超惨，而且还被讲恐怖情人，真的啦。好像其实，在那个时候，你现在又在爆料，你又在抱怨，也不是抱怨，就是稍微有点伤心。好，抒发抒发啦。难怪你今天要戴墨镜，你会一直哭哎，就是怕哭肿了眼睛被别人看见，有违男明星帅气那种要见人的状态。其实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然后今天他更难过是来参加又没有通告费，就是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直，所以我们只好让他打一下他家里的面摊的广告。哎，你家不是面摊，你家是一个很大的面馆哎。对，就是座位很多，还要订席才能去。没有没有，是你们如果没有订的话，不要去哦，可能会没有位置坐。没有，我今天会上是因为其实最近餐厅生意没有很好，我赶快来着。大家一定要去八德路四段80号吃牛肉面。你这样中美会不会不开心？他不会不开心，今天拿这个板子来，他多开心啊！真的吗？那苏红。Digging cake， 真的真的。那你直接跟我们讲面线道的地址好了。在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四段80号面线道，而且松山区八德路四段80号。对，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完全都没有，就是因为没有任何费用，只好让你可以广告一下你家的面。但是我妈妈有讲到，你妈说什么？你妈有说到我？对，她很生气，她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她说你很久没去了。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年多没去了？啊，有哎、欸，有没有？有有有，自己说。没有啊，中间有点
事情，然后才没去的啦。我想说你中间是不是去谈恋爱了？嗯、没有，不是，不是，就好了。那个单位再说，那个事情不是那个太开心。但是那个我们没有去，其实是为你着想，因为你妈妈就很好客，我们去你们家就会一直破费，我们也不好意思。不会啊，对啊，我们都只吃一盘小菜而已，其实我们都有付钱。没有没有，中美惠女士，我想要吃不用钱的炒饭，可以可以，好烂哦、喔，这样跟妈妈威胁。建安哥算是我们面线道的 VIP， 一定不用排队，因为我们都是打烊的时候才去的。对，差不多。然后他们没有，我们吃到打烊了。我们吃到打烊，我们都吃到打烊，然后就会坐在这里面，还会帮忙打扫。打扫是我的工作吧？就我们会帮忙啊。看你打扫，我们会监督。对对对对对，打扫。然后妈妈人很好，就是我们会看吃到他们家的那个秋老菜，他们家打烊之后才会全家人在那个最后面那一桌，然后吃晚餐。有啊，其实有很多粉丝会去我们餐厅一直待到最后。嗯、真的。对。我们完全今天没有在管蓝妙，我们都在管面线道。我们真的这样对吗？极品绝配是在面线道拍吗？哎，反正戏都杀青了嘛，对不对？对。我当然是期待说我下一部作品能赶快给大家看。好。但是这部戏就是即将要进入那个甜蜜最终回了，你有什么要爆梗的吗？爆梗哦。你不要讲太多，那你讲一点就是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嗯、比方说他们怎么了然后你都没有怎样，比方说他们在里面一直拉然后你都没有拉到别人，就是你也会不开心，这种你可以说。其实真的没有不开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不舍，而且我们的结局真的拍了一个很棒的彩蛋，整整拍了三天，拍三天就为了最后那几分钟，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突破，要紧啊。所以你会没穿吗？我很希望没有穿，我们不希望啊。对，所以就有导演说，肖斌，我觉得你还是把你的背心穿上好了。对，穿背心哎。还有就是，那有穿下面吗？下面有穿长裤吗？哎、欸，你今天很潮，你要不要站起来给他们看一下？虽然我们预告的时候，你今天是完全就是个嘻哈男哎。然后他真的很高。今天的特色呢，很辛苦，就是三立有嘻哈，好，对不对？那你唱两句来，你用嘻哈唱加加酒好了啦，这样子还不错哎。不要这样子，你看宝哥在镜头后面都这样子说，他说不行哎，天哪，经纪人好严厉哦。你可以翻一下那个已经就是市面上的那个买不到的那个这一本那个把你拍得好帅哦，这个。其实你是天生就是个大帅哥，谢谢。嗯，然后滑流让你整个人就是你喜欢这种黄色系小小兵的概念。我其实最喜欢的是，我知道你要说哪一个，来你挑。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哪一张？好嘞，你很懂我哎，是吧？是，真的哈。对，这是一个。就是他出道的时候立志要当的花美男，终于在华流杂志里面帮他圆梦了。建安哥，我要跟你讲一个笑话，好不好？你说。我妈妈呢，前一阵子她看到了这一组照片，她讲了一句话让我整个大爆笑。你妈说什么？我好想听。我妈她看到这照片的时候讲说，啊，这相片哈，想要卡在少年的时阵。所以你妈妈长得跟你很像，这个。她说我这张照片长得很像她年轻的时候。这样很好啊，你像妈妈哎，妈妈是一种在炫耀，妈妈是说她上华流杂志。天哪，口红真的很红，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要跟总编是有这个意思的讨论？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风格，真的很花美，然后嘴唇真的很红，就是有一种让人家觉得鲜红那个，对。然后我本来一直很希望说《极品绝配》最后的结局就是可能给你一点这样的机会，不是、哦、是肖斌有这样的打扮的时候，他会是很诚恳的去跟廷恩讲说、嗯、我其实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是因为我喜欢你，这样不是很棒吗？有人说很棒吗？我看有人留言，武康人会来抗议吗？我觉得他应该现在在忙了。他，对啊，他，那你听完这句话，你模仿吴康仁的回应好了，你用吴康仁的，吴康仁就是你这样跟他告白，然后你直接在这里让霍廷恩回答，你自己一个人分饰两角好了，这是你自己即席出的一个状态，我们还蛮喜欢的。你先跟他告，你先用这样跟他。我现在已经在进入他的一个状态。哦，不好意思。很谢谢
这么支持我的舒红啊，那也觉得舒红她演的这个角色，虽然我在现场对她的比较严苛一点，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合作啊。好，谢谢，谢谢。你的嘴巴 ？OK，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好，好了，可以了。他真的这样子。然后你嘴巴真的学得很像哎，没有，因为他前一阵子他是有 po 文说，因为他之前拿到男配，你说那个男主角，对，他的招牌除了他稍微有一点点的这样，可是你刚刚学的真的很像哎，然后所以下巴要稍微往前挪多少，然后跟上下唇要有一点这样稍微的那个不是均等的那个高度，然后你讲话就会像吴康仁似的。然后你的那个，哇，你拿下墨镜的，天哪！你的眼神要，我们终于在直播进入了快要二十几分钟之后，他拿下他的墨镜了。没有，因为我觉得要模仿哥最传神的就是他那个眼神。哦，好，他这样，不要稍微有对到焦，眼睛要有点上比这样。我觉得你演自己比较帅我觉得你让他看到真的会有一种觉得你这是一个 freestyle 的吴康仁。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哥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跟小乐会常常笑，是他有时候演到一半的时候这样分清我啊，不对不对，那个导演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个情绪不对，再一次，真的他就忽然走掉，他只要情绪不对的时候，他会自己卡掉啊，真的，对，会主动跟导演讲说，导演，我刚的整个情绪都不对了。然后我跟小乐在旁边讲说，到底是哪里不对啊？我都看不出来。那所以呢，他就是任性。没有，其实康仁哥很要求完美。对啊，就是任性的完美，完美。而且我跟你讲，完美而任性。而且他有时候，他情绪不对没有关系，如果他的对手的情绪不对，他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就换小兵，等一下。导演不好意思，刚刚笑兵情绪不对了。我跟你讲说，我情绪不对，你都知道。哎、欸，他很厉害。他练家子啊。对，然后他甚至他还有时候还会这样，分清。导演，你在位置上吗？我觉得你这样子一直就是，我们终于懂为什么那个吴康仁要觉得你先来，以后他再来好了。真的假的？就是我觉得这样来以后，他会比较有一些，就是算是来澄清啊。OK， 就是办一个澄清的一个直播这样子。我希望可以跟他一起来上《安安大明星》。那你帮我打电话邀他好了。我跟你讲，他连脸书都那么懒得加你了，应该不会建议。我要爆料啊！你说，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他的电话。对，就是一起合作过的，他没有给你电话，只有他吗？你确定？那刘以豪有给你电话吗？哎，有哦。哦，有。哎呦，其实我合作到现在真的很亲民的，真的是以豪。对，但是刘以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怎么样？他给你电话，他不会接电话，而且你传讯息给他，他也不见得会回。其实我也有刘以豪的电话，也是没有接过，对不对？是不是？也，但是我跟他 WhatsApp， 他会回我。哦，真的吗？其实他也会回来，大概会过个快一个月的时候才会回。大概就是比较忙的时候忘记。我们怎么突然要 Q 到刘以豪？然后他等一下会不会进来骂我们？他不会吧？因为我没空，好久没看到他了。我也觉得，我也是很久没看到他。不过他上次有来安安大明星。哦，真的假的？有。他应该没有提到我吧？没有没有，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让他提到你。他那天来就是半夜。哦，真的假的？对对对。哦，因为他太忙了。也是，然后我们还去找路人。Why？ 因为刚好路边有人啊。这不是笑柄 style 的一个。哎，不好意思。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我刚刚跟刘秋红说，我们今天进来就是我们这本节目秉持的瞎聊，就是王道，每个来都是大明星这样的精神。我很喜欢。然后我们没有对流程。对，而且我其实非常期待可以来这个节目。你认真？我是真的啊。我怎么邀你的时候，我们好怕你不来哦，因为我们好担心你跟我们提通告费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是我真的我们不但没有要通告费，还要叫他送炒饭。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真的在三年前进入三立的时候是。你是第一个跟我聊天的人，你是对，是你是说
一般的地方还是那个？没有，我好像第一次来三立谈戏的合作的时候，你对我好友善，然后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的亲切，而且我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菜鸟。没有，你是大明星。没有没有，真的真的，你是刘书鸿哎。对我而言，所谓的大明星应该就是像彭于晏那种 level 的。我刚才他没有说你，没有。其实康仁哥，我说真的，他的个性、他的行为真的比较像艺术家。我说真的，彭于晏他说你不是艺术家、啊。没有，我说彭于晏就算是你要害我是不是？不是啊，然后宝哥在外面瞪你了。没，我们没有在怕他的、啊，他打电话，他我跟说，他就说等一下来，我们在哪里？我说你就在楼下等我，真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等你哎。宝哥是我们的好朋友，开玩笑，真的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经纪人，会到处都是帮你结善缘。而且我再爆一个料，布施哎，没没没有，江一个我再爆一个料。你说，其实外面合作过的导演，合作过的team，他说，哎，说你现在还是，哪家公司？我说我现在的经纪人还是一样是宝哥，你这么忠诚啊？哎，十年了，真的，我第一家公司一直到现在，从我20到30，哎，我30岁，还好啊，那么小。而且前天是我生日呢，我知道啊，7月16号啊，只是刚刚进来就是希望大家嗨一点，已经过去的日子有什么好讲？明年再来庆生啊，农历还没到是不是？农历应该先过吧？没有，我都是过那个啦。但你的农历是6月吗？如果是今年可以过两个、欸，因为今年闰6月。哦，是啊。他为什么要自己起一个这么冷的头？然后别人刚刚在对话，然后又不友善的跟别人互动呢？没有，我只是说很开心，是说你真是彭孝兵上身。嘉仁哥，我是说真的。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刚好祝你生日快乐。没有，我非常的荣幸，是因为我生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你这个节目。真的，真的。天哪，你许完愿才来的哎。对。所以都要祝你美梦成真，不然你在这里再许愿好了。把你那天吃蛋糕许的3个愿望讲2个出来。哎，你有看哎？嗯，快点。你说我们有没有关心你吗？好，有有有。而且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还想说，天哪！比如说我刚过完生日就来耶，可是好不巧，因为我有先问制作人说，不然7月16号让苏荣来，说我们不想加班啊。哦，很好，很好。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想到你，但是因为你没有让他们，就是觉得感受到，我们还说不然搬去面前道坐好了。哎、欸，对啊，对啊。他们就不想加班啊，因为我们知道没有预约没有位置，所以我们不想要这样。哎，我觉得安安大明星下次出外景的话，可以来面先到。我是说真的，可以。那我们就一边直播，然后我一边做菜给大家看，可以可以可以，对不对？一边下面给我们吃，对，然后还在面先到炒饭呢。要，然后我们还要访问卓美惠。我妈一访问会很吵。我知道啊，就是你这样还是要有一些比较就是大声的阿姨。在节目里面制造一些效果。我妈可能一讲就会讲一整天，你可能会受不了。不会啦，你妈妈人真的很好，我们去都是就要跟她聊天。哎，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其实节目是很用心的。嗯，我们现在准备很多段影片。有请到周美惠是不是？吓到我这样。没有，我想说，你真的要找周美惠来吗？我请宝哥帮我打电话，周美惠等下就可以来。没有没有，不行，因为她现在在跟我爸在约会。哎呦，对对对。怎么那么甜蜜呀？一定要的。哎，我们今天有剪了4个片段哎，嗯，就是网络。就是大家想要现场看你演的，真的假的？真的啦，制作人，就是我们内部的那个问卷调查。哦，就是说看网友最喜欢哪一段。内部，你听不懂内部吗？内部是公司内部，就是制作方。哦，好好好。然后希望今天现场可以重现，你猜会有什么？装档有写。哦，我刚都没看到，你说是哪些桥段是不是？对，应该是。但有几个桥段是要等一下播了再说。有一个应该很多个都是廷恩跟孝兵的吧，几乎都是吧。臭美第一段就刚好不是，你自己一直要跟那个。那我想说第一段应该是孝兵跟那个阿威在天台的，对不对？你真的很懂我们呢，我跟你说不是。但是是什么？不要跟你说。可是我们本节目就是有一个，一个烂梗，我们承认它是个烂梗，但是一定还是要叫你这样做。我们要 cue 袋子的时候，要跟导播有一些默契的那种 rehearsal， 因为导播常 cue 错袋子，就没有办法在那个 match 的时间里面刚好播出来这样子。可是我有一段戏是只有穿内裤、围巾的。其实我们不 care 你穿什么， OK， 因为你今天本人都来了，我们想看的就在现场
穿就好。该不会连戏服都拿来了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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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 Q 袋子，就是有个手势，我教你一下，拜托你。我们很早有人那个半小时才进入第一趴的，就是不会不会，就是表示刚刚聊得很开心，就是完全没有照 round down 在走。对，然后我们节目有一个流程是丢 round down。丢啦，丢啦！啊，你没丢哎、欸！等一下啦，我要先教你 Q 完袋子，因为我要遮起来不给你看。OK， 好好。你要这样说，请看到。所以是对这个机器嘛，对不对？啊，你要对那台可以啊，我们有两个摄影。好, 好，没有没有，这一台摄影大大哎、欸，所以这样请看嘛哈。你要先跟导播 rehearsal， 然后说我们要进第一段影片喽，请看。好，导播，我们要进第一段影片喽，请。导播，这次 rehearsal， 你不要先 Q 进来哦。有事吗？看，所以还没有，刚刚就是rehearsal啊，你没有看我后面有我们两个人吗？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才会这样进入。所以现在要正式来了吗？我不知道，导播看他自己开心。导播今天可能有点不开心。导播不好意思，导播是一个女孩。那现在要哦，是吗？嗯。哇，导播你好漂亮，看到导播了，你看到导播了。OK， 好, 好，那你来袋子。好，导播这次来喽，请。看，这个脸都变。据说，盛世刚刚有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他的妻子非常的不舍，所以他用家里面的剩下的饼干还有材料做成的东西。他去打仗的时候，看到这提拉米就想要家里面有一个心爱的人来等候着他，所以他就会想他的爱妻呀、啊。这一段我 你知道我这一段其实拍蛮久的，我相信，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小 bug， 嗯，对，就是稍微一点点吃一点那个螺丝，但是就是比较实在啦，但是可是会让人觉得不够过瘾，所以我们今天是让你平凡的，希望你可以没有 bug。提达米说，我们可以为了你这一段讲到完全的，就是 perfect。因为你们这是极品绝配，所以跟完美有关。你今天要呈现极品快嘴，所以你们你不能有 bug。你们节目是没有长度的吗？就是如果一直讲到十二点，我们就认了。我们其实是认了，我们不是没有长度的问题，我们是认了。就是因为我们想了这个想法，那我们只好自己承担。我们可以，我们希望如果节目超过七点以后，命先到可以帮办公室人送晚餐来。就今天电休啊，我就说嘛，我们今天完全就都不是时候。但你愿意在这里，那有一点没有，那可以给我看看一下台词吗？我们刚好没有准备，剧组刚好就是你知道，对啊，就是你可以自己想象，你要需要我们用什么方式帮你把它抄录下来吗？不要这样子，小兵，那个词很长哎。就是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美丽妻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用家里剩下的做的饼干，可以再看一次啊。我们用博闻强记的方式帮助你，导播给他再看一次啊。导播不用开双框，不用导播开双框，没有再看一次，不要快点，不要。我们等一下要用对看的，就是用类似对嘴的方式。导播，我们要开双框啊。导播看，好好好，那再看一次好了。哎，是刘嘉导播在准备吗？啊、你要再请看一次，那我们一起好了。好，请看。据说，盛世刚刚有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他的妻子非常的不舍，所以他用家里面的剩下的饼干还有材料做成的东西。他去打仗的时候，看到这提拉米就想要家里面有一个心爱的人来等候着他，所以他就会想他的爱妻呀、啊。哎呀，好难哦。不会啊，我大概帮你整理了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句是什么啊？我知道。据说、哦、据说是有一个没有，据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人要出去打仗，他就用家里头剩下的饼干做成了提拉米苏，要送给他在是给他的妻子，所以他只要想到这个提拉米苏，就会想到他家里有一个心爱的妻子，是这样吗？搞不好现在有网友已经在把那些台词。然后你看，他跳掉了，电脑不开心。好，来试试看。要对嘴哦，会开双框啊。你要开双框啊，要对嘴，这样才屌哎、欸！你看那开好了，那双框开好。导播，我们的框可以偏到这边来，因为他挡到他的台词。框要开在那个画面的那个左下，导播现在开在右下哎、欸。导播可以把它调过去吗？
哎，有有有有有哎，他这个超好的。这个提到你，镜头再攀进来一点，给他自重。对对对。嗯，这是这应该是邵雨薇里面分清讲的话嘛？对，而且他的表情，你看他对你好，他怎么把你挪过去？对。哎呦，谢谢老伯。这样怎么对得起邵雨薇呢？他上次来的时候爆棚哎。那我先离席好了。不要这样子，你这样的时候我们是欢笑满档啊，也是很好啊。而且你在我们就爆棚。好，我们要对嘴了。好，来，这是史上第一次，真的让我觉得很开心。而且你看我，因为我没有在框里面，我姿态真的是超撩人的，对不对？就有相当放松，你不要紧张。好，来导播。我跟你讲哦，错就让他，就是不管丑一到丑八怪都随便你了，就是我们就要一次。没丑就给他丑了。当然当然，你就现场讲你的。导播那个袋子里面的声音不要出来，然后刘书王只要看台词而已，就是我们只要一个声音，所以先帮我把那个袋子里面的声音关掉，这样子。导播准备好了、哦。我有这个逼，演戏还要难。哪会啊，这很好玩呢。我们每次都要有一个心梗啊，不然来这里干嘛？好来，习惯没有收通告费的人，然后来这里要做事，真挺多的，会有点难过吗？不会，我觉得蛮开心的。还、啊、可以吗？对对，可以。哎，这才第一卡而已，等下还有三段影片。所以你们这个节目是在晚上十二点是？哎，没有，就是好。据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他的妻子非常的不舍，所以他用他家里剩下的饼干，还有剩下的才要做成的东西，他去打仗的时候就看到提的女主，就想到他心爱的人在等候着他，他就想到他的爱妻。啊！我不要见人了啦！你不要难过，那你今天就接下来的时间就都留在后面这样演好了。你不要再难过，真的，你最后一个 tempo 完全没有跟上，而且我觉得本来有 bug 的还比较好看。这样有安慰到你吗？好像没有哎、欸，而且还有抽到你。哇！你不要再难过了，小兵，你不要再难过。小兵乖，我觉得我还是把我的墨镜戴上好了。好，我觉得你戴上好了，我看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在鼓励你，有，就是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笑，哈哈哈。他说他爱呀、啊，两个奇给你说他爱，好，说你很可爱。可是有人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尴尬啊。对，不然难道他开心吗？这个时候就是丢 round down 的时候。我发现上这个节目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在这里哈拉哈拉很简单吗？对啊，我当初以为你以为我们在这边跟邵雨薇聊天，然后聊得刚好聊到天南地北，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跟小乐在这边，然后我觉得不是，就应该是要那种很轻松。我们很轻松啊，刚刚那一段就不轻松。不会，刚刚是好玩，就是觉得很开心。我们现场重演，就是今天，因为你这次演出就大家太喜欢了，所以他们想要看 live 版。没有，这个就是要跟他们讲。你可以丢 round down， 你可以生气。我再把它丢掉。生气，我们等一下会有人去捡。扫地阿姨等一下会来，因为扫地阿姨也有在看。没有没有，其实说真的，你说就是每一次孝斌跟婷儿在拍一些好笑的画面的时候，是真的，我们试一下讨论，然后蕊过，然后再非常的专注去把那个情感。我们刚刚也有蕊过，就看两次。那还跟你导播蕊很多次，你最后还用小叮当的那个手这样 Q 带。对，哎、欸，你刚刚的手的动作，我就学你的、啊。哦，因为刚刚手动作有一点，我觉得你这样很，没有，其实说真的，其实刚刚的那一 part 是导演想出来的。哦、真的，而且在开拍的，看我们有人帮你剪那个 round down， 他人好好、而且他来偷拍你的照片，你要给他一个漂亮帅气的 pose， 他可能他现在在调他的手机，我不知道他进入哪个 part， 但他等一下会自己进，就是拿起来就拍，他没有在理我们，好好好，他不知道我们 cue 他，其实是一个很 freestyle 的节目，很好，很好。所以他现在是要，他现在可能有点想拍你的意思，但他又没有想要说出来。哦、对啊，他我们一直在 cue 你，哎，他终于知道我们在 cue 他了。他摆好 pose， 你愿意帮他拍一张吗？他摆很久，拜托你。他咳嗽，他咳嗽是什么？他不开心。哦哟。对对对，他希望你可以摆好，他想要拍你。好好好好，他真的在拍，然后你又不理他，我觉得你真的很难沟通。我们没有，他还是希望可以帅帅的 pose 上去。他毕竟刚刚已经丑三了。没有丑八了，丑八，丑八怪。对，然后呢，还有个仙女在看你，他还拍我的腿毛。对啊，没有，这个就代表我来到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放松，有啊、非常的 freestyle。我们没有在管理是偶像明星啊，对对对对，管理有没有包袱。我自从演了小小兵之后，就真的完全没有包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要管理，就是要往哪个方向
前进你的演艺大道，但你在我们心里都已经有个低我，每个人心里都有开一个房间等你。真的吗？对啊，然后那个房间要充满完成。我今天晚上就去你们的房间。我真的觉得你不用在这里翻牌。好、哦，你要去别人的房间了，皇上。您还说要到人家家里去？我的房间有哪几房我都不知道。没关系，但当作我没想这件事情。哦，好的好的。人也不能这样一直拖下去，这样冷掉也算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个丑态。我跟你讲，有我在的节目是不会冷掉的。好啊，那你去 Q 第二段袋子。Q 第二段袋子，没问题啊。哎呦，拍谁拍谁？没关系，装到我 OK 的，我就是今天觉得什么都可以。没有，就 Q 到第二段就一样的 pose。好，导播，我好了。老婆还没，什么？他好了，他会。老婆，你如果好了，在你的房间发出一阵怒吼，我们在现场会听到。老婆，你好了吗？哎，导播说好了。哎呀，我导播在认真在上班。听到，你看正经的。好，我请。对对对，来来来，哎，来，请看。干嘛？给我喝一口。你要给我喝，你现在要跟我要回去。我只收给你喝一口。哪有这么小气的、啊？不要！什么叫我小气？这本来就我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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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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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谢谢你为了我还有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而且我认真觉得今天的你特别可爱。刚刚没有我啊，刚刚没有我。对啊，我刚刚一直在看我什么时候出现，可是我发现这场戏没有我。你人都在现场，我们为什么要播你的画面呢？可是你不是要我挑战吗？你该不会是要叫我挑战康仁哥吧？是啊，不然呢？你就懂梗。我随时都已经准备好。我觉得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嘛。来人啊，给我一罐饮料。我们要开始演了，来吧。不是我先喝吗？给我喝一口。等一下啦，我还没有喝一口，你让我演不下去。哎，等一下，我台词有很长吗？没有没有，导演不好使，刚刚那个情绪不对了。再一个。OK OK， 来来来，摔麦耶！我刚刚摔麦，然后摔到我。来来来，你自己五四三二。好，五四三二 ，Come on。干嘛？给我喝一口。为什么要给你喝一口？你说要给我喝的，干嘛还要给你喝一口啊？我口渴嘛。那你要一杯啊，干嘛喝别人的水？因为这杯上面有你的口水。我觉得你的脸看起来很欠揍，我把你泼醒好了。啊？啊？怎么了，分清？我给你另外一杯好了。哎哎哎，小心！哦，你不要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我觉得你今天眼睛怪怪。分清？怎么？我觉得你们，你要给他们看那边，对对，你对着那边讲，假装分清的。分清？我觉得你今天，你看那边，你看那边，特别的，看那边就好了。可爱。嗯。很感谢你为我们家人，很感谢你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嗯。然后吞一下口水。我觉得你连吞口水都要模仿这件事，武康人会生气吗？你觉得？哎，好了，醒了。哎嗨，醒醒。啊，那个收工了是不是？对对对。啊，你模仿他的眼神之后，你会睡着哎。对，因为他白眼翻很，你为什么要用翻白眼的方式模仿他的眼神？不是，其实你注意看哥他在演戏的时候，嗯、他因为他传达的那个情感太浓烈了。对。很浓哎、欸！我现在可以抓到你的 tempo， 我好害怕哦。该不会下一次就是我们两个搭档主持3D的节目？我可以啊，我可以。欢迎可以找我们，好不好？欢迎。就是安安大红星，哎，或者是叫安红大明星。我真的觉得你都会把一个好梗弄变成一个烂梗。没有啊。你就是抓主 key， 然后我是负责。没有没有，你在大明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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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会模仿吴康仁，我都不会。没有没有，你听我讲，然后我听你讲，
我每一集都是模仿不一样的来宾，所以你会模仿很多人。对，然后我还可以借此激怒他们。那你先模仿邵雨薇，我要你激怒他。邵雨薇要怎么模仿？你自己说的啊，我怎么知道？不然你模仿刘以豪，因为他都不接你电话。你这两个选一个，你先模仿，我不管。三秒钟之后来哦，我喊五四三，你就直接给我。那你模仿，你用刘以豪演魏芬卿，这样你就模仿两个了。太难了啦，就是没有真感情啊，就模仿不出来。刘以豪他讨厌你。其实刘以豪很好模仿啊，真的吗？他很好模仿啊，快点模仿一下。什么东西？你在模仿米老鼠哦？我是刘以豪。他从头到尾都这样。他眼睛有打开啦？有吗？我觉得你被你模仿的每个男神眼睛都好小，到底发生什么事？没有，因为我之前跟以豪拍戏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特色，嗯，灿烂的微笑，天真无邪，真的。然后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刚刚真实的反应，因为你刚刚整个就是这样靠上来，然后不小心我的手就撞到刘书鸿的胸膛，哦哟，然后觉得很有料，是不是？是。那你这极品绝配都没有让你展现，你会有点不舍吗？不舍你的长辈没有跟大家好好的互动。我希望那个长辈在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男一了。你在我们心里一直是男一啊。对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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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下一个作品，然后身材再练得更棒。我们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艺人在抬身价的意思，并且在跟人家地方就是喊一些筹码，说，哎，露这里的话，大概一集要多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不是，是因为真的在极品的时候，你真的有准备好哎？有啦，因为已经，就是在五月杀青之后呢，我就天天练了。高，你有看到吗？这里，我还有那个夹一支笔。假笔太夸张了啦！可是真的有啊，我实际上大家有你经纪人好开心哦，他说他真的是不枉费他这样好好栽培你十年。他不是开心，他现在有点担忧。担忧什么？对，哎呦喂，哦，这里刚好忘了来，对对，比较稍微软一点。好啦，我们这样一直这样子，有点算是小小的那个。苦恼吗？你还习惯吗？不会啊，我觉得就很开心了。其实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真的觉得说你在那个极品里面带给自己跟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成长。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其实笑柄这角色，只有华流做错事还把你拍那么时尚，他们应该要把你拍的那个就是疯狂一点。没有，我觉得华流还让你妈妈想到她年轻的时候。这熊啊，卡在笑脸里。对，我们觉得功德无量，感觉很开心。就。很棒，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子以后我们没有要 Q 画面？其实不是，我要 Q 第三段了。该不会是？其实跟你做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一个状态，就是把 rundown 整个打乱，然后随时在进入你要变正常的时候，然后做一点奇怪的事情。哦，好的好的。那第三段影片，请你 Q 一下。好，不要再做那些有的没有的动作，就直接说请看就好。啊，你刚刚还说要这样子。啊，我已经做过两次，你不腻吗？我们都烦了。哦，好。对，那我做一个。我经纪人会做的那个动作，可以不要吗？没有，就很简单的。拜托你不要。导播，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哦、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隔空对话这件事，真的很奇怪哎。好，请看。我觉得今天在董事会上，我像一个傻瓜，看着你跟阿威一大一唱，好像你们才是情侣，你完全不 care 我的感受。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间十点，极品绝配。那你猜我们这一段要请你做什么？当然是吴康仁了、啊。你想太多，你竟然不是有一个你的画面，你没有、欸、我们真的那么尊重你进来的时候，他剪了你那个画面这么简单？哎、欸、，OK 啊，不是，我们是要叫你做演后面的台呼。台呼是什么？就台呼啊，就是请大家记，哎、欸，极品绝配都快要进入。最终回了，只是叫你呼吁大家要看一下。你们好坏，每次叫我看影片的时候，都不先叫我先看一些重点啊！你的表演有叫你先做什么事吗？你不就是一个即兴来的，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大艺术家了。所以我要讲后面刚刚就最后 ending 那个词，好吗？你说你演到这一人生嘛，就是可以录那一段说每周五怎样怎样怎样，你也知道那也是一个。我当初以为说、每个人都会轮到，就没有。哦，那今天算给你圆梦。我当初还以为是要演他那一段，
你完全不会 care 我的感受。我们真的没有，拜托你不要再演。什么？你可以先回来吗？哎、欸，算了、欸，是對對對，好。但这样好了，你因为我们听到那段台呼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吴康仁，嗯，所以你就在现场演吴康仁，然后录那段台呼。那个台呼我可以再看一次吗？可以啊，就是每周五晚上几点，三立都会台极品绝配这样子。你有听到他在讲极品绝配？哦、oh, ，那 OK， 那 OK， 那等一下，等一下，好， okay, 再给你看一次。好，来。好，导播他想要再看一次刚刚那一段。导播可以吗？导播，什么东西？真的没有，你要看到导播我要跟你说话了。导播他在问你话，哎，他说可以的吗？导播今天整个火力全开。导播他还想要看刚那一段，可以吗？你要再选你经纪人，不然他不要播了。好，请播吧。今天在董事会上，我像一个傻瓜，看着你跟阿威一大一唱，好像你们才是情人，你完全不 care 我的感受。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间十点，极品绝配。哦哦，等一下，你不要干扰我。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上十点极品绝配，这么简单有什么好干扰的？你实在长都背过。好 okay, 好，但是你要用你模仿吴康仁的表情。他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是比较开心的。其实我没有要你管他刚刚的情绪，我只是说你要现在是不是吴康仁要上身？好，但还没讲完，你要用吴康仁的表情，用刘书鸿的声音。你要弄我是不是？没有弄你，我们现在在进入一个吴康仁的表情，刘书鸿的声音。对对，就是你自然，我就想要看这就是现在是吴康仁在模仿刘书鸿的意思。嗯，这样懂吗？嗯，我们今天就一人分饰多角，把想做的事情都做完。嗯，吴康仁脸真的有这么臭吗？你真的觉得他就是会开心吗？但无所谓啦。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上十点，极品绝配。康仁哥，你可以用刘书鸿的声音帮我们再配一次这一段台呼吗？可以麻烦你吗？可以。好，那就麻烦喽。需要给您下 Q 点吗？还是？不用。那您就自己来。哦，好，谢谢康仁哥，谢谢。那需要播影片吗？康仁哥，不用。多了。康哥，你现在情绪对吗？康哥，差一点。那您酝酿一下。OK， 好，你要模仿书鸿哦，哈。OK， 好，来。好，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上十点，极品绝配。这样可以吧？OK 吧？你今整个他就是灌入你的身体了耶，我觉得好恐怖哦。没有，我说真的，因为我几乎去片场，假如说今天拍十个小时，我几乎是九小时有五十五分都跟他腻在一起。所以你们其实只是经过了一段甜蜜的那个蜜月期，也不是蜜月。假如说今天没有拍到我们，就康仁在休息的时候，没有假装你是康仁哥，因为他都会做他的事情，然后我是我就这样子。你不要用我假装，你就一个人做两件事就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模仿他。你每次都给我很难的课题，而且我不是演员。对，好，你就自己，就现在跟他没有什么事。对，然后就想要现在康仁，然后这样，康仁，好，书鸿，书鸿，然后这样，来这样，好，康仁，好，书鸿，来康仁，手开啦，那我就这样。有病是不是、啊？他怎么这样？对对对，你们感情真心觉得就是还是有点芥蒂在心里面，没有让你就是完美的。我其实很喜欢康仁哥，但是我觉得他不断的在排斥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觉得他没有加你脸书，也没有给你电话，所以这个应该也得不到答案。他觉得他可能是看我看腻了，他不知道观众喜欢你，他犯大忌了。没有，是观众喜欢听的，真的。观众也喜欢那个笑柄啊。你不觉得你突然之间就是很多人想要嫁给你那种感觉吗？因为他觉得餐厅经理其实收入还不错。其实我才是幕后的金主。我觉得是。对。然后经过那个这段时间，就是极品绝配即将要进入那个最终回了。然后你有什么以一个今天用那个参与其中的身份，然后来跟粉丝做一些答谢嘛？因为我们今天在那个安大明星上播放，还有在三立新闻网，也有在那个 Vido 上面，然后这些都是对极品绝配一直以来就是做很多推波助澜，就让这件事情更受到关注。那我可以看一下现在有多少人看吗？现在其实一直都还好，不要看那个数字比较15万哦，那 OK 了，OK 了。
然后你有想要送给谁你的签名署名的照片，这是我们一定也会这样做的。你现在开始去滑。对对对，你也可以点安安大明星，因为小编留言也很辛苦，所以其实他也很想要得到你签名照片。最下面是最新的吗？最下面嘛，我看一下啊、嗯。好，不知道哎、欸。对啊，最上面是最下面最新啊， oh, 这里最新，然后我这里滑过来。OK， 你就 Q 一个，你点到他的名字，你就要署名。比方说，这时候取名就很重要了。他如果叫两个奇，就是 two 两个奇，不准写奇奇。这样你了解我们的意思吗？所以我现在可以。那两个奇会开不开心吗？觉得我们在针对他。所以我可以点名几个。你刚刚拍几张？三个就好了。我怕太多人太踊跃。现在开始也可以留言说我想要，不然就这样好了。写笑兵我想要，我们来按以这个留言，看哪个的笑兵我想要，你最想要给他。好，可以吗？我想要这件事你会有点。笑兵我想要，这个好像有一点 A 耶。哪会啊？人心正的就是正的，心里有大便看到不是大，这样概念上懂。OK 好。然后我们其实你今天要做很多事情，我们就是。round down 拖太久，但是你还是要把事情做完，就是要去镜头前面演大头狗 pose。我们的大头狗的意思就是你要脸很大，然后瞒在那个镜头里面，这是我们制作人最喜欢的桥段。他觉得如果没有进行这一段，他今天就不想回家。你知道他小孩很小，然后他常为这件事跟我争执。就是这位制作人，对对对，他都会觉得你今天忘了 cue 大头狗，那我好对不起，对不起。没想到你口味是这么重。对他喜欢了，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动态。他就在那上面， okay, 他很爱拍这个，所以你出去做这个画面的时候，请记得在这个镜头，然后关照一下他， oh. 好不好？大家了解吗？他最爱这个单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都会 cue 我这件事。下次换你来做大头狗的单元。对对对，然后他就一定要，所以你要记得去。是，所以是要先点名三个粉丝，不用，他们现在写笑兵，我想要你等一下，你给他们一点时间。所以我你先去演大头狗，所以三个大头狗三连拍，这边啦、啊，对啊，你看他已经在拍你了，因为觉得他很开心，你有感受到一个慈父的微笑吗？可以了吗？我就这样子了，是吗？就是你自己来，我自己来是，对你开心就好。天哪，好，那个下那个 monitor 上面就是你现在的状态，你可以自己，你可以自己 cue 你头的大小。好，那就稍微一个比较那个什么啊，我这样子的，这样好不好？真的耶，这感觉在做深蹲呢。是啊，呀。Yeah. 我们很少出相机再拍，这样 OK 吗？还没演完啦、啊，啊，还要继续啊？就要有一个 ending pose 一下，对不对？好，啊，你要记得看那个制作人的手机，让他来拍你。好，好，这样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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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就是你们节目真的很奇怪。哪有？我们是优质的，我们超优质的，我们不然你要杂拍嘛，我们也可以、啊。没有没有，还是你要泼面汤？那可以请你从你家带两桶来吗？不用不用不用。我发现他们其实还是有些人忘了笑兵名字到底怎么写，他们有写好笑的笑。不行哦，我这样我会生气哦。可是我们不会生气，我们好开心。然后你要署名给他们那个经纪人会生气吗？今天我把你就是整个就是拆解。其实他最生气的时候是我，好的，没事没事，真的真的。他真的，你看他别扭。对对对，他是好人，你不要这样气他，他对你超好的。因为我经纪人还是希望我可以就是比较走偶像的路线，就是就类似像吴思贤那样子，这样天下第一帅，像不像？很像哦。你可以唱歌，比较容易像啦，对不对？你有在认真帮他打歌吗？没有，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告白气球啊。那你可以唱告白气球。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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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我你唱一下那个，安怎？不放哎、欸，你们最爱唱的是不放手，还是喜欢还是什么陪你飞啊？哦，我要爆一个料就好，很短很短。好好好。有一次呢，我在现场说，亲爱的，爱上你。然后旁边是、旁边是那个康仁哥，我说亲爱的，爱上你。好了，不要再唱了。我说干嘛、啊？他说：“你每天在我旁边都一直唱这首歌。”我说：“我怎么了吗？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梦到这首歌。我真的假的？而且他有一次也很生气。亲爱的，爱上你还唱？我说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在树林跟芬妮拍戏的时候，我自己也哼上这个旋律了。我真的讲，他说对，你不要再唱了。好好，真的。所以告白气球很重要哎。没想到告白气球会，真的是。周杰伦应该就很开心，就一首歌可以让一个影帝也这样如此的神魂颠倒。而且他很生气的跟我讲，他非常的生气，他说你可以不要再唱了吗？然后我说哦，好好好。然后所以我之后去拍戏的时候，如果有空档，我就是亲爱。我赶快转。那你为什么那么爱唱这首歌啊？是谁？是谁让你上瘾的？没有，我会觉得他这首歌、就是。好，我们可以来选照片。好，我们没有照片。哇，还好像在打我自己的歌一样。也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走一个随性风，三个，然后你要数他的名的，你也不要选那种什么字比较好写。然后我们虽然刚刚写说要刘孝斌，我想要，但你可以选不是写这种的人。我们现在有一个庄孝伟的概念吗？还蛮好的吧，就是我们要出其不一样，就是你往前滑，开心就选他，是这样一刷。但是你要记得，还是要先选一个孝斌我想要的那个人，不然我们这样也真的好像对不起别人。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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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这样滑来滑去，然后只退三个，这样你有比较开心吗？哦，好，你选好，哎，真的是他，哎，对不对？我们要证明一下，我们没有造假。就他滑下来的时候，两个旗他就刚好滑到你，因为他刚刚跟我们说，我们要在最后面的那一个，刚好在最下面那个。所以第一个得奖的就是那个两个旗耶，在这边有没有看到？那你署名给他，你要写沙悟净，啊，不然孙悟空好了。孙悟空好了。好好好，两个旗，因为得到土两个旗，然后旁边写签名孙悟空，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因为他会开心吗？你觉得？管他的，他有得到照片吗？不会啦，他们都是可爱的粉丝朋友啊。等等等等等等，第二个想要选谁？哦，这叫这个吗？对，叫陈什么？陈绮贞，是陈绮贞是吗？应该是。好。陈绮贞，你恭喜获得。孝斌，我想要，每集都想要。哇，他写很多。他说每集都有看，我们干嘛要这么样把粉丝的留言 ？OK OK， 好，那就是他，就他、哦。哎、欸，你得到一张那个签名照是刘书鸿，耶、yeah, ！好，好，再第三个，等等。哎、啊欸，我刚刚一滑到这边，刚好就有人在留言，哦，好、啊，所以就他，那就张巧云，好，张巧云，你得到那个署名的那个拍立得，对，他们会很开心的啦。谢谢谢谢。其实我们一直觉得你不只是一个知性、感性、幽默、风趣，而且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男艺人，然后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正向的思维。人生在遇到你之后，就觉得前路忽然非常的光明，并且人生都充满了意义跟快乐的能量。这个意思是要 ending 的是不是？是啊，就是我都知道。然后我们要写梦想版。好。你知道梦想版要写什么吗？你要参考吴思贤的吗？需要摘下来给你看吗？他写什么？不要问他写什么，要想的是你想写什么。梦想版哦，梦想是什么？这是一个给大家励志的概念，还是你想要猜邵雨薇的来看？哦，就是、這個、我们没有吴康仁，但有钟瑶的，你要吗？要看吗？我其实跟钟瑶也算是认识。你不要在这里爆这种料，我们真的没有很想听。但你说可以，他有去你那里吃饭吗？没有，没有，没有。哦，好。他真的去拆给你耶，制作人真的对你很好，我真的觉得你今天的通告就是他死要敲的那种概念，他真的就是最爱你的人。宝哥，以后安安大明星之后，我只要他拆好多张给你看呢，是谁的跟谁的，他真的都乱拆一通哎。哦哟，他拆钟瑶的，真的他拿钟瑶，哎，吴思贤你朋友，吴思贤，对啊。还有谁？啊，豆花妹，哎、欸，他猜豆花妹、欸、哦，因为豆花妹曾经跟邵雨薇是婆媳啊，他只是回复上的概念。梦、哦、想是吴康仁，他都不拿钟瑶的，他只拿邵雨薇跟吴思贤。啊，好了好了，好，就是 OK， 好，好，哦，然后完全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真的。啊，我还把你的拿走。哎、欸，就这上面这张是他的。好好。哎，我真是觉得梦想是什么？你有看到吗？我们就是每个单元都很梦想是什么？嗯，对你来说梦想是什么？可是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哎，在碰你把它写完，怕你一时之间也写不出东西来。所以我要先讲还是先写？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抛在我们安安大明星哦。哎，你左撇子哎、啊，那我们要看你写字。我字超丑的啦。我们就是因为你字丑才要看啦，不然字没有什么好看的。而且你要先写证明就是。真的是你写的、欸，他字真的很丑哎、欸，
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可以这样说你？吉他字很美，跟他人一样的帅。梦想是，而且是好有艺术。梦想是，天天汤比面先到。是将我的梦想想送给大家的梦想，送给大家的一个对梦想的，就是你的定义。孝兵的或是书红的都可以。嗯，孝兵觉得梦想是开一家蓝庙，就是梦想是。不是那个你要实现的梦想哦，是你的梦想。啊，天哪，好有学问哦！找，你是我看过写字就是最不像左撇子的左撇子。哎，你是应用左手练的吧？这样好不好？梦想是找到人生的快乐。哦，我觉得这个，这是你对梦想的，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快乐很重要。真的真的。对。哇哦。对啊。那你找到了你人生的快乐了吗？就是你们。我说真的。天哪，我们是你的梦想哎！真的真的。你在跟我们告白，你唱完告白气球之后对全世界告白，你真的很贪心哎！我跟你讲，我要是从现在一直不断的唱，你今天晚上你真的睡前会有这个旋律？应该会，我会赖你啊，我有你的赖，我会跟你说，刘书鸿都是你害我的，今天晚上整个晚上都在唱告白气球。对。哇，你签刘还签那个就是完整的哎，没有写简字哎。但是你书红的书就乱写，对，所以之前都有人都是会以为你是刘子，对，刘之红，对对对，或是哦，刘之红，好，开心吗？今天我们这字超丑的，但是你写的啊，珍贵就是因为它是你的原创哦，真的哈，美丑不是重点，重点是有心。嗯，好，这样我对你的赞美，你有收到吗？已经顶到天了。我们还要留三张自拍，你可以拍超过三张，我们准许你跟面先到自拍。好，然后那个要留下，不需要有我，只要有你自己啊。对啊，哦，真的啊，因为你是大明星啊，我只是我想要跟你一起拍。那我们等一下自己回去，等一下再拍，拍完我们自己上传。今天刘书鸿来这里，然后大家觉得就是午后的时光格外的愉快，然后大家也会期待那个极品绝配。有越来越让人意想不到的那个剧情。他说结尾是拍了三天为大家特别设计的彩蛋，这件事情让人就真的觉得好想看，而且是请看，应该是说突破以往三立的结局，真的他给人家不太一样的结局。天哪，而且真的是给人家有梦想跟希望的结局。所以你还是有爆梗啊，就是他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欸，我也没有说，应该是说其实能找到梦想这样还不好吗？很好啊，我觉得梦想都会不断的。那孝兵最后有结婚吗？孝兵哦，嗯，这个，那孝兵跟阿威他们有在一起吗？最后孝兵跟阿威，嗯，就阿威就不是孝兵的菜啊。人家孝兵有讲说真的是属于他的菜，就是挺能 man 然后眼神又这样。那所以孝兵最后有失恋吗？还是孝兵有跟王子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他最后有痛哭。天哪！好，我就只能讲到这边，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就让他就是。所以孝兵在最后泪崩的意思。对，然后那一场戏。所以你们就是继那个阿威爆哭之后，你也哭了，是这样子吗？也不算是，是因为他那样戏，那这样子你也赶上流行了。这里面重要的演员都哭了哎，可是吴康仁也哭了，然后邵雨薇也有哭啊，然后阿威也哭了，陈乃荣也哭，你也哭了，天哪！那场戏吴大天王都哭了。其实他那场戏是没有叫孝兵哭，孝兵自己为了要搭上天王的列车就哭了，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吗？天哪！极品列车里面孝兵搭上来了，他用哭这件事情没有来显示。我觉得那个很特别的是，我觉得你今天没有让节目要结束的意思，你就让我讲完这一段。可是我们已经超时了，那个我们的总监在那边一直在默默帮你跟仙女说可以超时吗？拍谁？仙女没有理你，你看他完全就是盯着电脑在看，他真的没。我们第一个来宾超过一个小时，这是一个怎么一回事？不好意思，那我这边你还是说一下好了，你不要再代替，不是你可以代替的人说一些不重要的话，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说完。是刚好我拍的那一场戏，我没有讲，我只是点头我反应。
没有啦，因为刚好拍的那一场戏是杀青的那个礼拜拍的，然后导演就跟我讲说，我们试着不要照剧本跟台词上面走，我们试着把这四个月拍摄以来，你想要对以哨兵的角度，想要对庭生说的话，一次都给他全部都讲出来。天哪！所以讲的那些词是剧本上面完全没有写的。哇，所以你是自创的。临时的，还是你有先写稿？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导演讲完。所以你可以，那你刚刚在演第一段的时候，为什么要一直要对嘴？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我们拍摄的现场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的专注，而且都是非常的用心、啊。不好意思，我打断了你感性的那个。没有，不是不是不是，对，就当然是来到你的节目，真的是比较放松。没有啊，就是来一定要这样，来的就是我们的心中重要的大明星，然后。舒宏讲这件事很重要，《极品绝配》的最后一段孝兵、彭孝兵先生的最后一段词。你刚刚是哽咽是不是？是由刘舒宏先生现场即兴创作的一段对霍廷恩的告白。哦，对对，激情满满。对了，感人落泪。是，请密切锁定每周五晚上十点，三立都会台。极品绝配，对，有有有，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谢谢。真的快演完了，其实大家会有点舍不得。然后舒宏作为这个，应该大明星，接下来就是极品绝配的其中的人，要刚好在杀青前，在最后几来之前来，应该就是好像时间上排不上了，因为你们真的就要快要结束了，对不对？好像是快要结局了。大概还有七八集吧。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上面已经有人在讲。对，不要这样子，就是有人还是叫极品人生去。不要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在 video 上可以从第一集再重新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在三立新闻网上面可以看过，在这段时间极品受到大家喜欢的任何一条新闻，就是可以在那里回溯。对，然后我们也很开心在安安大明星找到刘舒宏，终于来了。谢谢。很难请，其实他很难请，不是我们不要找，是他很难约。没有，所以我特别讲说，他大牌。我生日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一定要来这边，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等到他生日之后才能请他来。这是他生日，就一年一次，是不是？对对对。哎呀，我舔到麦克风哎！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我觉得你人真的很好。好了，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然后在那个下午时光，现在是暑假，大家应该可以。这个回家以后，然后任何时间可以看那个舒宏跟大家聊聊。希望你那个功力大增，然后希望你未来前途光明。谢谢。希望你赶快奔上男一宝座，露出坚实的胸膛。没问题。很少人许这种愿望，说是要演到男一才要露胸膛这种事情，也是一个人生当中很特别的想法。是。阿甘大明星。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导播不知道我们结束了啊，真的假的？他不想让你走，我们在这个，他出现了，我们有。谢谢导播。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间十点，极品绝配。